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猫猫季的第二天，我们又来了，但是很可惜没有活动啊。我们之后几天可能就是每隔几天玩一次，猫猫季的话，你看这活动它现在出的也不勤快了，新活动的话还有2天结束，本来应该是22号我们再玩一下的，但是22号，那天我因为去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，在内蒙古，然后回来的话就已经是凌晨了。那到时候这活动假设出了的话，第一天我可能赶不上，我和大家说一下，这游戏既然是慢慢玩，就说哪怕咱错过了一个活动也不着急。然后今天这活动其实我不太想搞，但是说今天要玩的话，那今天也就搞了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充个600。哎呀，其实我不想充那么多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比这里的玩家，充的都多，然后把大家都气跑了。那个不悦大哥，他这个900出号，你们想要的话可以找一下他。这个号谁接手的话，可以和我扳扳手腕，是吧？我的话也是真充，实打实的真充。现在这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活动还是可以的。我们今天打算充个多少呢？总共是有11万啊，我们来个40个吧，我觉得就很够了，花个8万。待会儿来把这个搞搞，现在先把这两个领取一下啊。当然，这些下来我也会用我的游戏手机玩的，这不会荒废的，朋友们。但是今天我觉得就买了吧，反正这无所谓，因为这个活动到时候你就看不到了，我就提前都买了。好，走你。然后呢，我们明天开始，明天中午开一个那个灵魂序章的服，那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游戏。然后这儿其实一些小的东西，我就下来弄吧。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好好抽一下，2600抽啊，能抽到6000多次。走你。小宋，昨天是炸别人和炸破，炸别盒炸别是吧？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后面是大河，这个确实效果是吧？好，咱们最后300抽、200抽、100抽，这个抽的很快的，各位，头衔令啊什么的东西都给挺好的，这些就挺好的。哇塞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然后7000抽能到吗？差了一点，但是你看只差一点点了。我们现在是多少抽？它下面没有显示，但是好像就差一点点，就到6900抽了。我们再买一次吧，这样肯定就能到了吧？好，到了，最后4次。好，这边这个活动呢，就这个零售比较有作用。然后咱们现在是可以开一下零售，之前是开3个，然后这龙呢也可以开3个。哦，下面就可以把这两个升一下星了，升一下星能加70、80亿，挺好的。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无底洞啊，你要升很难升上去。好，现在咱们先把福利领取一下，买下，连充好礼。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游戏，其实要少充点，别把玩家都挤跑了。现在我是我们家猫叔记的第一名，然后白玉京也是我第一名，这样搞搞，可能我最后看起来很厉害，但是实际上可能赚不着钱，这是最伤的。就是我也不是说要刺激大家，但是我不能把大家都赶走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然后任务，一键领取。食物的话给周瑜吧，先给周瑜。好，咱们今天终于到9000亿了，下面我们还是做一下招募吧，比如5000抽。现在榜一是你的吧？是的，都是我。现在没什么对手啊，因为不悦大哥他打不过我，他就卖后了。他要是能轻松越战我，因为他之前那天我到8800亿的时候，他也到8800亿了，但是好像到8700亿，他一点也不虚我的，就从战力上来说，但是他打不过我，因为我主 C 只养一个，养得太极限了，那个就真的很难打我啊。然后再来抽4000抽啊，然后现在对手的话，等一等，咱少充点，等后面的人就行了。反正这游戏我打算常玩的，我要成为全服虚战最少，这越战能力最强的，就是一票大佬，战绩都比我高，但是我却能暴揍他们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计划。好，水镜从这边来啊，这天赋我都点完了的。哎，这个可以1200个碎片，挺好的。曹操可以突破，咱们这还是买点吧，买10个，花7000啊。走你，这游戏打算玩到几万亿，至少玩到2万亿吧？你说是吧？这天剑都激活了，画劲儿无所谓的。这曹操以后推图有作用的。郭嘉好像可以升哎。我记得郭嘉好像他们的郭嘉，我之前挺怕的。后面的话，我们的关羽可以针对他，把关羽养一养，关羽可以把这个后排的郭嘉给秒了的。如果他们郭嘉不够肉的话，我之前的阵容是说要不要换一个孙权上去，孙权和郭嘉最终阵容是这样子。现在诸葛亮是没有作用，诸葛亮换孙权其实都挺好的。孙权的话也是4000，其实这两个差不了太多。关羽点什么？关羽就主养一个就可以的，也挺好的。这儿其实快满了呀，孙权、赵云再突破，这也4000了，这差90个，哎，送你上去。赵云还行，然后我们既然主要可以管理一下他，就是我们现在给我东西，因为东西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将来再不出来，然后我们看，这样，哎，压力确实很厉害。来，吕布，我们试一下，这吕布差的是太多了。华佗，最后一个貂蝉，哇，整整的。今天要不咱们先用郭嘉玩一玩啊？走，今天好像差一点点，差了一点点碎片，就差一点。走，升星啊，加16亿。再加24亿，呀，这加多。然后咱们这个最终增伤再加10%，
咱们今天一下就厉害很多了，这个哪怕战力都不加都可以厉害很多的。好，咱今天再看一下这玩具啊，这玩具我们好几天没有升了。哎，对，1688买一下，然后再升一下，这还挺好的。加每次能加16亿，今天就这就加了50亿啊，差不多，挺厉害的。这补捉的话，哦，刚才忘记补捉了，这补一下吧。这玩具再来高级捕鱼，我刚才在想差点什么，原来是这个捕鱼没有先补啊，我错了。然后这还可以再连，玩这游戏我们是真的生疏了。猫龙战道真爆，捕鱼两天前反抗了我，你看他反抗了那么多失败了，然后最后终于逃脱了，所以他就卖号了。哎呀，实在是对不起他。这边还是全体升30级吧，这儿你看升这个了，其实升。这个升完加不了太多，加个10亿吧，也许。这也突破一下，到40万。哎呀，这还可以升星啊，加83亿，这加是真多。哇，这个还有火。好，突破的话，材料没有那么多，最多升到40就差不多了。哦，你就是那个不月，打不过你去新区是吧？干嘛去新区啊？反正我现在玩的少了，你随便超过我，你这号其实底子也不差的，你的号挺好的。你也花了5-6千吧，至少我觉得应该也不止，你应该很强的呀，不至于不至于。不月大哥，号别卖了，接着玩吧。猫盒咱们还没开呢，猫盒能开好多的。小毒转区的是吧？他要去新区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他这个号绑过来。他那个号转区的话就会被封禁啊，就这个区他这个号可能就不在了，或者说就上不了了。哎，咱们把小毒给打跑了，哎，没关系，等他后来追上吧，朋友们。好，去了猫舍。这里还可以看得到，来，它的主人是明明，明明我能打得过吗？好，先 A 死一个，这个是 A 死的，致命链接。好，杀我所有人没关系，他的关羽已经残血了，我只要放技能，哎，怎么？现在要死了是吧？放技能，大哥要放技能，放技能，完了，死翘翘了。这个明明有东西，他8000亿可以打我9200亿。反正谁是这个区的最厉害的家伙，谁就可以这个赢取小毒。你看他这怒气，你就看这儿啊，这怒气应该会增加的才对。哦，这已经平死了，第二回合平死。好，他 A 了之后，怎么怒气就被减了？这应该是被国家减了。我们的关羽得要肉一点，好像，不然关羽扛不住输出了。关羽放到后面也不行，关羽也会被搞死的。就是他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打赢我的？他是通过不断的减怒、减怒、减怒。他那个国家一直放在后面。其实咱们也可以换国家的这个阵容。咱们这儿有13万的，对吧？这儿有13万的，咱们再去抽一点。万岁碎片好像出来，400抽啊，也不行啊。国家差了一点，咱们要去买一个，买俩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把国家安排上。他的这个国家，真的把我恶心坏了，直接走你，再通过。神降落再生，国家最后就是生命低于多少的时候有个隐身。这里我想换一个角色，司马懿，我觉得现在至少是没有任何作用吧，他可以换我们的国家。好，还加了17亿，我靠！然后诸葛亮和他换一下，诸葛亮可以早死，早点把这怒气撑满，然后国家就在这儿疯狂的打对方的这个关羽，让他放出这个技能来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现在再来一下，我在想甄姬也许也还可以，甄姬放在前面的话，反正不会死，有点作用。你看这个关羽现在是没有任何作用啊！我诸葛亮还没死。好，放技能，这没有放技能吗？他那个感觉他没有放技能，伤还没有打出来。然后技能满了，好，终于放了技能，然后血量上来了，又被打下去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血量回不上来了。就是那一次没把他打死，差点。我的国家确实对他的关羽没有太大的作用，因为对方的关羽只要一旦能把我的人击杀，他就可以连击连斩。中间我的国家是插不了手的，国家适合说打架的中途先插一脚，然后把对方这个怒气给消耗完，然后他就放出这个技能来了。这个人他针对我真的很好啊，就是关羽也可以打周瑜，就是你这个周瑜你怎么样把他这个怒气控制住就可以了。启灵其实可以上点这东西，但加的也很少，失命和减伤加一加。司马懿能把对面的关羽反死是吧？反的是关羽的溢出伤害反弹，就司马懿他其实也很强。司马懿和国家我们其实都是养一个角色，这点还挺好。这觉醒忘记了。我现在试着把司马懿换回来啊，我们理解一下司马懿吧。司马懿他是一个坦克，15生命的真伤啊，这个也不是很强啊，这反击反的就最终是15生命值的真伤，他不强呀。
这个生命值低的话，可能嘲讽对方呢，这也挺好的，配合关羽能把对面斩杀就很好，这个我觉得就很好，这个就是专门给他的。这个白泽路他是加格挡的，今天就打到这么一个好的东西。好，没有了，三四就打了。好，加七去给关羽洗练一下吧，别的属性都不高，洗练了也没什么作用，就司马懿你再洗练他那个也是很拉胯的，可能可以洗一个减伤，洗一个生命，对吧，倒是这个倒是很好洗，这个要开拱位倒是开的有点烦，你先搞一个吧。然后什么暴击减伤也可以来，这个是怎么肉怎么搞，主要是生命和减伤这两个属性加在这上面会很厉害，然后呢如果他活下来，他触发这个嘲讽就能让对方很难受。我觉得先升关羽吧，关羽的攻击现在其实可以叠，以后可以再说，因为现在我们不洗特别高，我们现在出什么属性就要什么属性，攻击暴击暴伤技能增伤这四个都可以，破甲的话还是最后吧，就是我们先洗着来。暴击伤害82，我第一个至少要洗个暴击伤害99，先用着，你连暴击都没出来你还暴击伤害呢，长那么高干啥，暴击97锁一下，97的暴击可以了，速度其实要，哎，可以考虑留一个吧，哇速度提升99，好锁一下，技能伤害95好像也还行啊，就少了1%，没关系的，暴击伤害不要，技能伤害93其实还行，93就差了 1.4 就满了，就还行啊，但是我这儿没有一个攻击，攻击随意吧，我觉得先随便洗一下看一看啊，各位走，我随便洗一下啊，生命先留一个，手上抵抗减伤，哇擦怎么都这样，别啊，这些属性有作用但没有那么好，哇今天赚了一个，赚了一个攻击，这一定不要贪心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最终的，他花这个钱都很浪费的，暴击伤害可以留一下，攻击锁了正在洗一下，好技能伤害86，先这样先这样，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成果如何，看一下我们这个关羽啊，关羽应该放在前面的，哦差一点啊，就是他其实本来应该能把这个杀了但不太行，差一点，然后这边怒气会被控，我这个家伙不知道，哎啊没杀死人，就其实把关羽再上去一点点，最后就给司马懿淬炼一下吧，实在是对不住各位啊，今天是有多少材料，有118万，那可以开一会儿了，除了会终止还玩什么，你说的好你分的好，我之前也有厉害的时候，但是被他破解了，他的那个确实刚好能，就每次我周瑜刚刚放技能，他的郭嘉就把我的怒气打掉50%，我实在是太气了，但是我现在又没有好的办法去制裁他，主播觉得你帅吗，你还好吧，开口，最后还有20万呢，这个就开不了几下了，就开个1200次就差不多就结束了，还有12万11万10万2万1万，好结束了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